때 자세는 눕는 자세. 韩国红星李正宰在今年9月13日的第74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上，以《鱿鱼游戏》拿下了最佳戏剧类影集男主角大奖。能够获得艾美奖，就是对某部电视剧的最高的专业认可。在今天的这个视频中，我将和大家一道回顾该戏的基本故事情节，客观评述该剧的优劣，指出其中的几处 bug 硬伤，剖析故事背后的深刻意涵。男主阿成是一个标准的 loser， 47岁的他脾气暴躁，一事无成，酗赌如命，债台高筑，已尽天命之人却还要依靠年迈的母亲卖蔬菜来挣钱养活，妻子也在三年前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这天阿成又从母亲的卡里偷了钱去赌马，在孤注一掷之后，他终于获得了命运的眷顾，赢得了456万韩元。但阿成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黑社会的打手们抓住，逼迫他还钱。而更为不幸的是，阿成还被一个扒手偷走了刚刚赢到手的钱。于是他不得不被迫签下了协议，如果不能在一个月之内还钱，他就要付出一颗肾脏和一颗眼球来抵债。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那么悄无声息，在地铁站里，他遇到了一个衣着光鲜、举止文雅的男子。男子要求阿成和他玩一个游戏，如果阿成赢了可以得到10万韩元，如果输了他只需要挨对方一个耳光即可。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就是用自己手中的方宝去扇对方的方宝，把对方的方宝扇得翻过来就算赢。在挨了无数个耳光之后，阿成终于咸鱼翻身赢了一把，而对方也兑现承诺，给了阿成10万韩元，同时还邀请阿成去玩一个能赚更多钱的游戏。阿成本想拒绝，但当对方准确地叫出了阿成的名字，并把他目前的处境说得一清二楚时，阿成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十分熟悉他的情况，和他玩这个游戏不过就是想诱使阿成去参加那个可以赢更多钱的游戏。最后对方留下了一张名片，并警告阿成剩余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当神秘人走后，阿成觉得刚才发生的事情恍如一梦，但手中的10万韩元和火辣辣的脸颊告诉他这不是梦。回家路上，他照例又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阿婆那里买走了两条鱼。阿婆的儿子叫做尚佑，也是阿成的发小，只不过尚佑十分出色，不但毕业于首尔大学，还有着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儿子尚佑就是阿婆的骄傲，也是全部的寄托。刚刚赢了10万的阿成兴奋地摇头摆尾，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刚刚被偷了456万和签了放弃身体器官协议书的事情。阿成就是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250。回到家的阿成从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女儿佳英明年就要随前妻和继父去美国生活了。李娘，但只要阿成能够证明自己有抚养能力，就可以申请领回女儿。在阿成的世界里，母亲和女儿就是全部。为了赢回女儿，也为了保住自己的眼睛和肾，他拨打了神秘人留下的名片上的电话。很快，一辆面包车就来接走了阿成。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几百个和他穿着同样衣服的人都被囚禁在这里，每个人的衣服上还都有编号，而阿成的编号刚好就是456号。阿成在这里结识的第一个人就是001号，一个自称脑袋里长了肿瘤的时日无多的老者。随后他就发现了那个偷走他456万韩元的女小偷。女孩名叫江晓，是一个受本地黑老大控制的脱北者，而控制他的黑老大竟然也在人群之中。紧接着一群蒙面人手持步枪涌了进来，这些人的服装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便是每个人的面具上都有着不同形状的符号，有三角形，有圆形，也有正方形。其中一个蒙面人宣布，每一个被带到这里的人都是游戏的参加者，大家将在未来6天的时间里总共参加6个游戏，胜者可以带着巨额奖金离开这里。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完全凭自愿，不想参加的现在就可以离开。
而奖金的数额将在第一场游戏之后公布。通过蒙面人的介绍，阿成得知其他那455个被带到这里的人和他一样，都是身负巨额债务走投无路的人。毫无疑问，一旦在游戏中获胜，巨额奖金将会使他们瞬间摆脱当下的困境。所有想要参加游戏的人都被要求必须签署一份同意书。同意书的内容也很简单：一、参加者不得擅自中断游戏；二、拒绝进行游戏的参加者将被淘汰；三、过半数参加者同意时可以终止游戏。人群彷徨着，犹豫着，但最终所有的人还是签署了参加游戏的同意书。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戴着独一无二的面具的黑衣人正在通过大屏幕冷漠地审视着这一切。令阿成感到惊讶的是，阿婆的儿子尚佑居然也在这群人当中。原来尚佑并不是阿婆口中的所谓成功人士，而是和他自己一样负债累累，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只是阿婆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儿子的真实情况而已。容不得兄弟两个叙旧，很快第一项游戏便拉开了帷幕。游戏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几乎每一个人小时候都玩过的一二三木头人。规则是，游戏的参加者只能在机器胖丫头回过头去的时候移动。当胖丫头转过头来看着参加者时，参加者必须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不许动，被胖丫头看到移动的人就要被淘汰。游戏的时间为5分钟，5分钟之内越过安全线就算是成功过关，到了时间没有越线的也要被淘汰。游戏开始了，当最先的两个淘汰者倒下的时候，众人这才明白，原来淘汰就意味着死。这里就出现了本剧的第一个隐喻。游戏的主办方声称，游戏的设定完全是本着自愿和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对吧？但是游戏的主办方却没有事先告诉参赛者淘汰就意味着死。如果事先公布了这一条，那么这456个人里面又有多少人敢参加这样的游戏的？所以这明显是违反了主办方自己所宣称的所谓公平原则。换句话说，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被两个淘汰者的鲜血刺激到的人们开始惊恐地四散逃窜，但紧闭的大门将所有的人都牢牢禁锢在游戏场地内。随着四周围的枪声此起彼伏地响起，人们也一片片地倒了下去。反应过来的人连忙按照游戏规则待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在主办方再次重申了游戏规则之后，游戏继续进行。恐惧到极点的人们不得不按照游戏规则，只在胖丫头回过头去的时候向着安全线移动。阿成也终于在一个巴基斯坦小哥的帮助下，有惊无险地在规定时间内越过了安全线。而那些没有能够越线的人则被淘汰了。通过游戏第一关的人总共只有201个，劫后余生惊恐万状的人们要求主办方立即结束这恐怖的游戏，并且依照同意书第三条之规定开始投票。主办方同意了人们的要求，但在开始投票之前，主办方公布了奖金的数额，每个参加者所对应的奖金为1亿韩元。如果现在结束游戏，那么刚才被淘汰的那255人的家属每家将获得1亿奖金，而这些成功通关的人却只能空手而归。但假如他们继续玩下去，最后赢得比赛的人可以获得456亿韩元的总奖金。当成捆成捆的钞票如雪片般从天而降的时候，每个参加者的内心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投票开始了，支持结束游戏的和支持继续游戏的人群的数字一直交替上升着。几个支持结束游戏的人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咆哮地质问那些支持继续游戏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后者也不甘示弱，他们给出了答案。第一，如果这里是地狱，那么难道外面的世界就不是地狱了吗？第二，如果现在结束游戏，那么那些输了的人可以每家获得1亿奖金，而赢了的人却分文没有，这不公平。其实这一点在人性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就说可以大家都没有，但是不可以你有我没有。人群的意见分成了两派，双方的人数也在伯仲之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关心被射杀的那255条刚才还鲜活的生命，争论的焦点仅限于是否继续游戏。
当比分形成100-100的局面时，001号老者一锤定音，他按下了停止键。主办方倒也信守承诺，宣布立即终止游戏，但同时也告诉大家，如果多数人都愿意重启游戏的话，那么游戏还可以重新开始。在重获自由之后，阿成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地向警察进行了描述，但警察根本不相信他的这一套天方夜谭。回到家里，阿成得知身患糖尿病的母亲由于久拖不治，已经合并为了并发症，并面临着被截肢的风险。但是为了节省住院费，母亲却坚持不住院治疗。老太太说出了最令阿成心痛不已的话：“哎呦妈，피곤하다，힘들어가，진짜고마하고싶다，고마하지。”与此同时，一位姓黄的警官也开始调查起自己哥哥的失踪案。他在哥哥的住处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名片，他一下子就联想到白天来警署报案的阿成。当时阿成手里拿着的也是同样的一张名片。小偷江晓来到了福利院看望自己的弟弟，他偷渡到韩国就是想凭借着个人的奋斗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残酷的现实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绝望的境地。那个救了阿成的巴基斯坦小哥名叫阿里，他一家人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他在向老板索要拖欠的工资的时候，不慎将老板弄成了重伤，吓得他只好抢了一些老板的钱，然后逃跑了。尚佑由于投资股票和期货失败，已经欠下了总计60亿韩元的债务，并且连母亲的全部财产也一起压了进去。走投无路的他，在给母亲打了最后一通电话后，便在旅社的房间里烧炭自杀。正在此时，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了那张他熟悉的名片。阿成也因为要为母亲筹集住院费而四处借钱，受尽屈辱。那个黑老大同时遭到了手下兄弟的出卖和其他帮派的追杀，落荒而逃。总之，所有先前参加过游戏的人都再次收到了那张神秘的名片。此时的他们虽然已明知道游戏的危险性，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翻身的机会，于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决定要重返游戏。而追踪阿成的黄警官也随之而来。黄警官发现十几辆运送阿成等人的面包车开上了一艘渡轮，便跟了上去。他干掉了一名蒙面人，换上了对方的衣服，然后他将自己的证件塞进了尸体的口袋，并将尸体扔进了大海。过了不一会儿，船靠岸了。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像上次一样被麻醉，被没收了个人物品，被换上了统一的服装，被运到了上次的那个像仓库一样的大宿舍里。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机灵的江晓这次巧妙地从外面带进来了一把匕首。经过清点，上次离开这里的人总共是201个，这次回来的人一共是187个，再参加率为93%。看来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相对而言，外面的那个世界才更像是地狱。